你来干什么？你先恭喜我。我为什么要恭喜你？因为我要结婚了。你要结婚？谁这么不走运啊？怎么都比跟黑面神过一辈子好？你到底想来干什么？我要结婚，当然要盛大了。爸的遗嘱说过，我结婚会有嫁妆，我要找最好的婚礼策划和最好的场地。钱的话，当然是你给了。这些是你跟律师说，他会处理。喂。